刚打完冰眼，没用上十分钟就有牛过来喝水的了啊。这个冰眼给60多个牛提供喝水的地方啊，这些牛陆陆续续每天都会在10点、11点、12点左右会自己到这儿来喝水，不用赶啊，它渴着自己来。看上面还有一个啊，然后每天都是喝凉水，一天喝两遍。刚开始它4点下有点拔牙啊，朋友们，因为这个水吧是走溜水，特别特别的干净，牛也特别的爱喝，看着没？陆陆续续的后面哈就有牛来喝水了啊，一共有60多头牛，好几家的牛都在这里喝水啊，喝的都是冰镇拔牙的水啊，不拔牙的水我家牛不爱喝，看着啊。哎，喜欢这种生活的给老弟来一个免费的双击和关注啊，感谢各位朋友的支持。咱们看看啊，这三个牛啊后面陆陆续又来了大部队，一点点的啊，这些是我家牛，看他们喝水啊，看着刺啦刺啦的。其实这种在外面运动的牛吧是不怕喝凉水的，因为它本身就是身体一直在运动产生的热量，喝凉水是能抵含得住的。你要是在家酸氧的话，喂凉水它喝完可能会浑身打嘚瑟啊，会冷。这种牛它是不怕冷的啊，所以说多冷它都不怕。现在今天的温度是在-17-18度左右啊，也不算太冷。看看我在这喝呢啊，哎，这牛也来了，这牛胆小啊，咱们有这几个牛厉害，他喝完了啊，谁厉害谁先喝。